日常飲食同癌症風險息息相關，有台灣的醫生拆解，有癌王之稱的胰臟癌，六個最容易忽略的早期症狀。提醒這四個高危群組要提高警覺。又建議戒食三類的食物，包括高飽和脂肪、多肉飲食、煙燻或者再製肉品等，飲食要以清淡為主。醫生又建議避免吸煙於酒，因為兩者都是胰臟癌的風險之一。